演示 iWatch 手表防盗器安装方式。我们的产品包含防盗器主机、五伏一安充电器、报警线、解码器、18螺丝刀、14螺丝刀。防盗器上的电源线解开，从孔内穿入，连接充电器，插入插座，听到滴的一声，表示主机正常工作。将防盗器底部三姆胶撕开，将防盗器固定在桌上，按住3到5秒。用十字螺丝刀将报警线表夹螺丝松开，将 PC 三姆胶撕开，将 FPC 贴在手表上面，同时将表夹锁好，表带，将报警线连接主机，听到滴的一声，用螺丝刀把螺丝锁紧，关闭。